走上这个舞台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罗志祥和十三位少女回到舞台。当我请出罗志祥和全部的少女回到舞台上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十三位少女已经脱下了所有和幽我有关的服装，穿回了自己的衣服。而我身边的罗志祥先生，他也不再是幽我总教头，所以现在我要请罗志祥先生坐到对面的顾问席。啊，为什么？因为我可以站在这边陪他们吗？我必须要请他坐到顾问席。我在。有请宋柯老师。因为六国讨教失败，投资人准备的黑色信封就要被打开了。好，我代表顾问团把投资人的这封信读给大家听。开启了这封信，证明幽我少女们没有通过六国讨教战，幽我出道计划失败。我为你们，也为我自己感到惋惜。在此，我收回幽我女团这一称号，给予少女们的一切训练、生活、舞台、场馆终止使用，承诺的出道资源作废，十三位幽我少女就此解散。因为出道失败，罗志祥先生，您的幽我教头合约今天也就此终止。但鉴于出道单曲已经创作，我们仍然希望能够有人担纲演唱。综合顾问团的意见以及在六国讨教战中获得的高点赞得分和高关注度，我邀请四位少女进入候选名单。这四位少女是魏冰雪、张悦、耿青青、马蜀君、幽我投资人。完毕。所以刚才念到名字的四位少女，请往前一步走。请往前一步走。虽然我重复了好几次，顾问也都在劝他们，但四个人谁都没有走出那一步。把它当作一个新的开始。我希望得到这机会的四位少女，对得起自己曾经付出的努力。最后还是罗志祥，他知道什么对少女们是最好的。马蜀君、魏冰雪、张悦、耿青青出列。这四个人终于还是勇敢地接受了事实，他们知道自己这次的表演对整个幽我少女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四位，这一份工作将会给到谁？接下来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张悦。他们将通过各自的表演来赢取认可，获得现场观众更多点赞的将获得演唱林俊杰带来的单曲资源的工作机会。天堂地狱一家，非常非常有个性，非常放。我觉得你并没有因为现在的结果被影响，也许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把它转化成你舞台上的表现，这就是我们当艺人的责任。很棒，太棒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魏冰雪获得的点赞数是多少。357票。所以到现在为止，
魏冰雪获得的点赞数是最多的，有请马蜀君出场。老师，就是我准备的是 bang bang 唱跳，但是我现在我想唱一首自己想唱的歌，不要音乐。你可壮烈的闪烁，不要平淡的沉默，别问这是为何，因为我曾和恶魔斗过几回合，就算他极端恐吓，不握手言和，因为曾去日无多，会是我该成为的我。捧着心面对火，害怕却不退缩，所有置我于死地的，也激发我胆魄。狠下心趟过火，重生在风不过的躯壳，当得起每个死而复得，凭着我够执着。谢谢老师。谢谢马蜀君。我是队长，然后一路走来很开心能跟大家认识，但是我心里就是我说不出来，我这种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只有唱给大家听，唱给大家听我的心声，唱给焦头，唱给你们。蜀君，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你获得多少个点赞数，大屏幕。307个赞，所以到现在为止，魏冰雪是这位四位少女当中获得点赞数最多的，所以魏冰雪，你将获得的这个工作，将是由林俊杰先生带来的歌唱资源以及 JFJ 工作室为你制作的一首歌曲，由你来演唱。同时，在你的右前方那一件新的出道服，你也可以获得它。为什么我感觉你不是很开心？因为我是13个人的舞台变成一个人有点不行。所有人都希望你能够在林俊杰老师的帮助之下变得更好，有更多的进步，开心一点好吗？谢谢你，谢谢你，魏冰雪。谢谢你，老师，谢谢。谢谢所有的有我少女。今天为了这次的机会，我准备了几首歌曲。只要交到我手中，我一定会尽力，因为我知道你们做得到。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加油。现场的各位，让我们掌声送给魏冰雪。让我们期待魏冰雪之后有更好的作品，谢谢大家。